你是在跟我打招呼，还是跟网友们打招呼？先跟网友们打都打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听不见。我刚才调半天这个声音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刚刚调半天这个声音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尬在这儿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一起干是吧？这俩要一起看。你这喝的什么呀？喝椰子水。椰子水。你今天还做了下妆发。没有，这是半永久，基本上捯饬一下就有了。哦，天生丽质。对，你这是素颜来的吧？对真是呀。果然不一样，真的太棒了。咱们素颜就长这样啊。你每天起床都是这样的吗？对呀，对呀，我每天起床就头发都会换一个。哎呀，真棒！咱们这个没有主持人吗？救命啊！你就是主持人，你就是最好的主持人。对呀，你先跟这个网友们打个招呼啊，我们今天的戏，然后在什么平台，然后对吧？还有就是你演的是谁，先跟大家那个介绍一下。好，你已经介绍过了，我以为一会儿一起介绍呢。大家好，我是楚然。然后呢，今天晚上大家一起看，听说你喜欢我，我在里面饰演的阮流筝。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欢迎。主演之一。什么？我说欢迎主演之一。啊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得那么小呢？那么远。没有，因为这儿隔了一个桌子，然后我那个自拍的那个杆子这儿挡住了，这已经最近了，看不见，是吧？这个地方怎么感觉你那儿特别卡呢？我没卡，是我没动。谢谢，很开心。我尴尬的脚趾抠出迪士尼一块，我你们不会直接是下一在个穿着拖鞋在抠地吧？那样对脚不好。对，喝点水可以掩饰尴尬。什么？喝一点水可以掩饰尴尬。哎，你那杯水应该已经喝完了吧？我这马上我喝完了，最后加最后加能整。怎么样？过年去哪玩了吗？对啦，我去三亚玩了。怎么样？人是不是很多？我今天我要是把这个妆卸了，现在黑黑好多。看我的手。真的不要出卖你的队友，好吧？不都说了起床就长成这个样，为什么要把妆卸了呢？你呢？去哪玩了？哎，我那儿没去，就回了趟家。哦。你不热吗？你穿这个衣服，还穿个外套。聊剧里的吧。哎呦，有人开始 Q，把我们 Q 流程了。大家有看预告片吗？什么？我说大家有看预告片吗？看了。看了，怎么样？这个楚然的表现大家还满意吗？你别翻白眼，我都看见了啊。怎么没有人回答你那个问题？啊，特别满意。所以，请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去给身边的朋友安利，然后会让你们更满意的，因为楚然在里面表现特别好。谢谢谢谢，直播完了会给你打钱的。漂亮只是一个躯壳，对不对？它会展示有趣的灵魂。来，我直接进入第一部分啊，做下功课。来说说呗，你对宁志谦的这个感觉印象如何？对宁志谦，对，那就是我觉得，看剧本的时候。
在没有确定谁演的时候。哦，就是我单看这个剧本吧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就是理性，然后一个很厉害的医生嘛。那知道了是谁演的时候，那肯定也是这么觉得呀，对吧？哎，更这么觉得啦。你再补充补充。我觉得那个彭老师跟那个老师还是差别挺大的吧。就单从他自己这个性格来说，你是打腮红了还是脸红了？我打腮红啦，你那这你肯定啊，我又没说谎，话怎么我说随我便没说套两句就出来了？谎，这天咋每天起来就这样吗？怎么又打腮红呢？怎么又出卖自己？那可能是我刚刚说谎了吧，脸就红了。然后呢？合作以后对我什么感觉？那肯定是一个就是，非常严谨的一个演员，而且呢，就是入戏很快。因为我这个角色其实是，前后反差比较大嘛，就是中间的这个年龄跨度，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业女性吧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反差比较大。那我可能在中间就是。可能今天演这个学生时期，然后后面又演后面的时期，第二天又演后面的时期，然后不小心就演成了我自己。然后呢，彭老师这个时候就会提醒我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，你把你自己收手，你不是演你自己，这样。我觉得还是就是对这个戏研究的非常的好啊，说的你都不好意思了吧？说的你。紧张的喝水，哎，没有不好意思，我看我在看你这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你说其他的几位主演此时此刻会看我们两个在这儿分享这会，我觉得个，他们就是像看笑话一样看我们，但把是我我的很泪羡慕他水们，他们可以放在手大开怀大笑，而我要在这里忍耐一下。来，你快 QQ 流程，QQ 我来。我 Q 你，那我就先 Q 一下你，就是对我的印象是什么吧？第一印象，因为当时知道是楚然来演的时候，查了一下，他年纪很小，然后但是见面的时候发现他个子很高，他的气质就是可能会看起来比较就是稳重一些，但其实接触下来呢，发现性格其实就是个小女孩，嘻嘻哈哈的。怎么了？刚才又安静了，空气。你要等待你上线吗？因为我一个人无法撑起这一片天啊。早知道我刚才就再多多那个晚点再进来了，让你多尬一会儿。那继续我们返回刚刚的话题吧。好，怎么夸你夸一半儿，你设置完了？了？设置完了。对啊。我们那个返回一下刚刚的话题，返回刚才说吧，第一次看完剧本，对于这个角色是怎么理解的？对于逆时间是怎么看的？然后见到这个演员之后又是怎么样的？来吧，再来一次。重新说一次嘛，我这真的没办法说。那我说实话了，我觉得就是你跟宁志谦其实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毫无关系，就是。就是我看剧本的时候吧，我觉得，宁志谦就是一个肯定是很稳重的嘛，但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直男。那我觉得你也比较直男嘛，这一方面你们还是就是比较相像的，但是你就是会比他幽默很多。对，宁志谦，但是在你的演绎之下也变得稍微幽默了一些。我觉得他刚才说，刚才有网友说特别对，说咱们俩好像在这面试呢。对呀，问你呢，说宁志谦和彭冠英谁更可爱？来回答一下。那肯定是彭老师更可爱了。哎，你现在可不可以给你一个新的规定情境？我不在场，只有你一个人直播。你看到了这样的问题，你怎么回答？其实我还是会这么回答，因为我觉得宁老师他其实，
还是比较严肃一点儿，尤其是前期比较严肃一点儿。那你呢？你可能就是还是会搞笑一点，那肯定是你更可爱嘛，对吧？来，那你来说一下对我的感受，来，我跟阮流筝有什么区别吗？看剧本的时候和跟你接触，我觉得阮流筝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但是阮在流你演完之后，在你在你这个精彩的演绎之后，这个阮流筝除了是王楚然，还能是谁？楚然看着比较高冷，把那个冷字去掉，他楚然只是看起来比较高。那我跟那个阮流筝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，你都已经把这个角色已经完美的演绎出来了，你就是，这还有什么区别吗？阮流筝就是你，你就是阮流筝。谢谢，很开心。那我们下一个环节，下一个环节，我看你 Q 什么流程，看能不能 Q 到一个流程来。人家让你 Q 你就 Q，快点，你先 Q。还要再介绍一下角色吗？我觉得我们可以说一下角色吧，毕竟你对角色肯定是见解比较多嘛。你毕竟是一个就是比较有经验的这么一个好演员。你刚才卡了。现在卡了吗？刚才卡了一下。卡了吗？其实我觉得对角色的这个所有的理解和诠释啊，在今天6点就全部都会呈现给大家。所以其实我们只是把之前的这个在前期的工作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然后我相信你们看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有看到我们身上有宁致谦的影子和这个阮流筝的影子，也会看到我们每个演员在这里面去塑造的一些对吧形象，都会分享给大家。所以今天大家6点钟拭目以待啊！听说你喜欢我，腾讯视频准时上线。期待王楚然精彩表演，鼓掌！哎，咱那还有吗？给他放个话。谢谢你。那我们来就是，对，因为其实这个角色，我觉得还是挺有共鸣的吧。尤其是他前期，有很多就是小女生的一些状态，就是他，比较迎合和比较怯懦，就是他其实，啊，真的过多剧透了吗？能吗？不是过度剧透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有什么很多共鸣？我们是一个离了婚又破镜重圆的故事。重新发一遍言，快！拆我台，不是坑，我跟你说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前期的时候就是他比较怯懦一点，然后后期渐渐的就是成熟又稳重吧，后期他就是更做了自己，说后面成熟稳重的时候，稍微自信一点，楚然。前期他就可能有点恋爱脑，说后期的时候自信一点。你说他们在外面应该是在看我们直播吧？没他事，一们会儿应该帮他们大伙儿，就让你这样的尴尬下去吧。那我们可以说一下，就是有没有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戏份？那可太多了，印象深刻的戏份，你该结说。婚的戏是不是？我们结婚的戏，楚然穿上这个婚纱还是很漂亮的。那蹦我，极不能剧透啊，蹦极不能剧透。对啊，还有一场就是，我们下水的戏吧，因为那场应该也是我们杀青前最后一场戏，那场戏也是，对吧？在那个河里面。然后呢，印象深刻的是什么？是今天，它应该是前几集的内容是吧？对，前几集，应该大家今天晚上就能看到，对吧？好像是，
应该就是前几集，就是第一二集吧，第一集应该是。嗯。你小心就笑，你在那里憋着。你的椰子水喝完了吗？喝完了，就剩下点椰子了，这个也抽不上来了。你家椰子水椰子切这么大块啊？嗯，就是它里面有那个椰子冻什么的。嗯，所以只要楚然把这一杯里面所有的椰子水全部喝光，我们就可以召唤其他的主演入场了。真的吗？我们是可以召唤吗？可以啊，你想那这么说吧，你想让哪一位先上线呢？那我觉得接下来大家都应该就是已经跃跃欲试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能看到这个连线吗？只有我能看到是吗？对啊，你是主持人，你是 C 位，你不知道吗？对，但是现在刘瑞麟在发起连线，拒绝他还是接受他，你来选择。谁？刘瑞麟在发起连线，是接受他还是拒绝他？你可以选择。你当然接受啊，人家是来救我们的。不是来救我们的，他是来救你的。好，请刘瑞麟上线。这个人怎么没穿裤衩啊？怎么穿了个透明的？这个人是男的女的？细节啊，这里有细节，一定要看啊！他的抬头纹是什么？一定要看好这个细节。这个王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呢，那我画的是谁呢？你画王老虎。王老虎。阮刘征。你画了一个没穿衣服。没穿衣服。这个变态。卷发刘征，对，王楚然，对，卷发刘征，这是卷发刘征，对，可以，行，我失败帮你做了一个新的发型，你要感谢我。你把我这个脸画的比较的，是不是很精致？来，你对比一下。然后我笑的还很脸，你把我的那个每颗牙齿画的很清楚。来，楚然再靠近一点，来，来个图，你应该再画个眼镜。画的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好，感谢大家。下面请一下，来，你们画功底啊？哦，这可以啊。这应该是楚然，是不是？阮刘征，阮刘征，这个不会是？对，不会是？我们两个画的是一个人吗？我画的好像是一个人。你画毛这毛林画自己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我自己都没认出来，这个人肯定就不是，因为他没有画上我的眼镜。我这画的还是挺可以的吧，还可以吧？可以。有网友说，原来大哥没输。你画的该不会也是王楚然吧？你要是画王楚然，我们再看一看有什么差别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你们我姐这么喜欢染头发吗？没有，最起码我能哎，有人能猜出来。没有电。不是不是，子枫画的我这个像那个发际线一个大掀起。我们有风吗？那天，所以才叫子枫嘛，对不对？有风正常。来看个小猪的，毛毛啊，快乐活力过头。哎，我画你眉毛画的这么精细的这个细节看到了吗？你画的我的眉毛比眼睛还大。谁换头像？来，咱说，你们觉得投票谁换头像？我们就指好吧，我们一二三指好吧，挨个头好不好？挨个头好不好？先说那个大便和说那个大哥的时候，我们举手。可以。头大哥啊，来，我来当主持人，现在开始从大哥换头像的举手，举手。好，来三票，投楚然的，来，我也举手，我也举手，我跟票，怎么跟票呢？投一下，重复举手。他为什么不换这个头像啊？也可以哎，他应该换这个头像啊。我不承认。哎，我也觉得是，因为我以自己的审美和自己高超的技艺，在某种层面上已经把楚然的美呈现在一张白纸上。我觉得我这个创作也挺不容易的，不是真的。你大哥的兰花指够了，人家大家都在说你的兰花指。有吗？我问大家有吗？兰花
哎，有人说了男女主都换吧，我觉得楚然那个也不赖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大家一起换怎么样？我觉得就是这个大家都要一起做，因为我们是一个 team， 我们是一个团体，我们关系超级好，我们还有一个超级好的小团体群，所以我们一起换好吗？兄弟们干得漂亮，没人说话，干得漂亮，保持沉默，一个换的就是你，你就自己换吧，你就自己换吧，大家一起换，大家一起换那个鹏哥画的楚然。毛，这个我可以把它，这个东西能扫描吗？能扫描，因为他把我画的很丑，我想换，我想换，把我画好看的，可以吗？我回头把这个扫描一下，然后分享给剧方，让他们再听出你喜欢我的那个官微，让他发一个可以就是高清一点的。那就这样吧，那我们把这个原作也这个就是写上这个自己的这个名字，然后可以给剧方让他们去，让粉丝朋友在底下可以互动的时候可以作为奖品去抽一下。没有人愿意要的，大哥，没有人愿意要的，没有人愿意的，谁会想要呢？下面评论不要。这还要当奖品吗？